后树屋在上面享受梦幻下午茶。好，这一扇是通往梦想的门，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坐上来。这是新窜起的秘密景点三层楼树屋，是在屏东满洲的隐藏咖啡店。我们喜欢玩小朋友想要找一个有树屋的地方，那就来垦丁旅游的时候搜寻了一下，不是说要营业的，那盖好了我们就好开心，我都跟我的朋友在上面享受。喜欢大自然喜欢拍美照的总有人慕名而来，这里可以看看牛群，还能看山景。恒春半岛还有个游客打卡点面海咖啡厅，绿地上的白色建筑位在恒春的红柴坑，在这里还能搭配无边际海景淋咖啡，甚至躺在白色吊床慵懒一下拍美照，这里已经成为超行景点，蛮漂亮的。好，咖啡是好喝的，客满了。我要先打电话预约，我们没有排到，所以我们都外带。不止美景，这一桌甜点疗愈人心，松饼、肉桂卷，还有现泡咖啡利洛拉花。是我6年前来到恒春生活，会发现这地方真的是漂亮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经营这个咖啡厅。同样能赏海景的，还有满洲乡这家甜点咖啡店，温馨布置，直接面对海景，由满洲在地的茶做成的松饼，甜点疗愈，海景更是疗愈。到垦丁不止晒晒太阳，不少正夯的网美景点都是口袋名单。三立新闻林正和、黄启超、赖碧香，屏东报道。